哦，在这个单元里头，我将跟各位介绍如何透过 G-Sketch 这个功能帮人物上上肌肉。这是一个 G-Sphere 的模型，哦，基本上当我按 Preview 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是呈现这样的造型。如果说你的人物造型不需要加上一些肌肉效果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模式下直接做雕刻就可以。那当然，如果你希望加上一些肌肉效果的话，你可以透过 G-Sketch 的方式把它补上去。那在做之前呢，我们先将它的整个尺寸的部分哦，这叫尺寸部分，把它缩小一点。因为如果你以目前这样的一个尺寸来做的话，它的造型会变得太过于肥胖。哦，那选择 Scale 模式，然后按住 L 踢键，哦，直接在根气球的下面这个气球链这个地方直接缩小。在这个情况下，它可以不需要缩放整个人体的比例，直接缩小你的气球的尺寸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是一个类似我们当做骨架的效果。好，回到 Draw 的模式，那接下来按 Shift A，好，进入 G-Sketch 的模式。好，在这边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会建议各位尽量活用遮罩的功能，因为透过遮罩的处理，你可以把一些你想编辑的部分，哦，做好编辑。那当然，你不想编辑的部分，你也不会影响到它。好，那我们按住 Ctrl 键点击它，点击之后，整个身体被遮起来。哦，那接下来我选择的是Sketch Two。那在 Smooth 的部分的话，我是选择 Smooth 二哦。OK，我现在目前因为已经定了 Smooth 二，所以接下来的 Smooth 都是 Smooth 二的效果。哦，Sketch Two。那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将笔刷弄大一点，我把它加大我的笔刷，然后在胸部的这个地方直接画上来。那画上来之后，它的位置可能不见得符合我要的，所以我用 Move 把身体的部分移到我要的位置，移到我要的位置。那接下来回到 Draw 的模式，按住 Shift 键把它给平顺化。那平顺化之后，因为我选的是 Smooth 二哈，所以基本上它会连到穿透到纸球那边去，啊，头尾的部分也会缩得比较小。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再选择哦，Budge 的笔刷，Budge 的笔刷，你的热键是 VU，哦，这个时候我将胸部的部分，哦，把它加大，哦，那尾端的部分按住 LT，让它稍微哦缩小一点，OK。那 Shift 键稍微缩一下，胸部的部分基本上我将它补好了。那接下来我将遮罩解除，再全部遮起来。那接下来我要做的部分是臀部的地方，一样哦，选择 VS Two 哦，Sketch Two 的笔刷，然后接下来哦，笔刷稍微控制小一点，一样在这个地方直接把它给哦画上去。画上去之后，一样哦，做一些位移的处理。位移的处理，回到 Draw 的模式，Shift 键按着，哦，将它做平顺化的处理，哦，移动它的位置，Draw Smooth。那这地方的话，一样 BBU Budge 笔刷，我让这个地方稍微的，哦，可以大一点，Smooth。哦，这地方我就让它稍微的，小一点。啊，身体的部分连同臀部的部分大致上做好了，一样再把它遮起来。遮起来之后，这个时候 选择 BS One 哦，Sketch One 的笔刷。那这边的话，我在这个地方把腹部的部分把它做出来，哦，笔刷稍微加大一些，哦，腹部的部分。把它做出来，那一样哦，Shift，OK，然后用笔刷稍微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好，那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我要选择我的胸部的话，怎么办呢？你可以按住 Ctrl 键直接去，在 Draw 模式下直接按住 Ctrl 键去涂抹它。那你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地方被你涂抹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再按住 Ctrl 加 Shift 键再去涂抹这个已经被涂抹到的地方，就可以把遮罩解除。然后接下来。哦，Ctrl 加 LT，接下来反转，哦，move 的方式，再把它
稍微的往前推一点，Bulge APU， 把它稍微的加大一点。OK， 那身体的部分基本上到这边，那接下来是手的部分哦。基本上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在画的时候我会让它的 G sketch 直接会砍到另外一节上，比如说我现在画的是三角肌的部分，三角肌的部分基本上位置在这边，但是我在画的时候我会直接把它画到可能连接脖子的地方，然后连接到上背的尾端这个部分哦。这样的话它可以把每一个 G sketch 互相勾连在一起哦，这样到时候我在调整一些姿势的时候，这些 G sketch 的笔触就不会整个散掉。OK，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一样选择 VS2 Sketch 2，笔刷稍微调小一点，然后从这个地方太小了，再加大一点，好，直接画到下手背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选择 Smooth， 让它整个可以穿透进去，像这个地方它就直接咬进去，咬进去之后一样我选择 move 笔刷，稍微的把形状做一下调整。 OK， draw 模式 smooth。 上背的部分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肌肉部分我们待会再加，一样遮罩解除之后再全部遮起来，然后在这边一样BS2 在 sketch2 的笔刷，然后接下来一样从这个地方，我不要从这个地方切下来，因为我刚刚说过要让它穿透连接卡在一起，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直接画下来，画到手掌的部分，接下来一样 Shift Smooth Smooth 键让它做咬合的动作，Move 笔刷稍微的把它推到我要的位置，好， Draw 模式我再Shift 键，这边一样，我可以选择 Bulge 笔刷 VBU Bulge 笔刷，把这尾端的部分稍微的休息一点，然后在这个地方稍微的让它做一些膨胀的处理，小手背的部分这样子就可以完成。好，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 VS2 手掌的部分，简单的做一下处理就好了。好，回到draw模式 smooth。 OK， 那身体的部分大致上是这样子，我们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脖子的部分，我再加一下好了，把脖子遮起来，把其他部分遮起来，一样选择 VS2， 在这地方我直接把脖子的部分做出来 move。OK， draw 模式 Shift 键，把脖子地方做出来。那 VVU 我把这个地方稍微的脖子的地方弄大一点，然后这地方稍微让它缩小一些。 OK， 好，那现在我们开始来增加模型的肌肉。那在这边的话一样笔刷的部分我不做变动，一样都是用Sketch 2的笔刷，然后这里的话我把笔刷稍微调小一点，开始来画一些肌肉的效果。我们先来试试看三头肌的这个部分哦。三头肌这个部分其实一样的方式，我在这地方直接把它画上来，画上来之后直接做平滑的效果，然后再来 BBU Bulge 的笔刷，我让这边的肌肉效果感觉比较明显一点，按住我的 T 让尾端的部分跟顶端的部分稍微的比较细一点，然后在中间的部分稍微的让它比较大一点，当然你可以透过 Move 的笔刷把它的肌肉稍微往外提一下。 OK， 那做完之后一样把它遮罩的地方再关掉，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这个部分，一样三角肌的部分 draw 模式 VS2， 然后 shift 键平滑 BBU 膨胀处理，然后这边的话做一些收缩效果。
把幕稍微的把它拉开一点，旧模式做一些膨胀处理，smooth。好，再折起来，一样旧模式 B S 2。Smooth 让它接起来，然后 BPU Bodge 这边稍微让它缩小一点，后面让它缩小一点，基本上现在目前看一下 Preview 模式三角肌的肌肉基本上完成了。那背部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我把它折起来，折起来之后 VS2 然后再来把这个地方的肌肉把它画出来 ，smooth。好，斜方肌的部分肌肉把它画出来。这地方这边地方有个肌肉可以，就是比较健美先生的等级的话，它会这个地方会比较膨大一点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一样用 Bodge 笔刷把它给强调出来。smooth， 好，这地方可以看得到了，这边斜方肌的部分，然后再来是这里这一块地方把它点掉，这边有一块叫做背阔肌，背阔肌它基本上是从大概是从这个地方直接连接到后面来，好，那所以我在画的时候，你要把它遮起来然后接下来BS2 然后再来直接把笔刷加大，然后把它从这地方画到这个位置，一样Shift键从这地方可以看得到这个效果，然后 Bodge 笔刷收缩柔化，这部分我再稍微的让它再缓化一点点 ，OK， 这样的效果。再来，这地方还有一些肌肉在这边，一样遮它遮起来。Draw 模式下 ，B S 2Shift， 把它做出来。我现在切一下 Preview 模式，看一下效果如何。一些形状比较不对的地方，一样按住了。现在我可以直接用 Move 笔刷，把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做一些调整，例如说这个部分，跟这个地方。背部的肌肉的部分大致上到这边完成那当然胸部的肌肉的部分这基本上也是照我刚刚所提的方式再继续做比如说手背的地方，那我现在把这道遮起来，然后在这里 Draw 模式下我把直接这个地方二头肌的部分把它画出来，那当然这个地方按住 Shift 键之后我希望它可以砍进去如果没有的话，我直接用 move 的方式直接把它拉进去就可以了。这样子，按住，smooth。那接下来一样相同的方式 ，VBU 直接再做一些膨胀的效果。那后面的部分呢？三头肌的部分一样，V。S2， 然后在这地方笔刷稍微调小一点，从这地方直接画出一条肌肉来，然后连接到这地方来，柔化，然后做一些膨胀处理，这地方把它给
移进去，再做一次柔化。OK， 折起来，再来一样相同的方式 ，VS 2。Shift 键变化 ，BBU Bulge 笔刷，尾端的部分稍微收一下。OK， 那攻三头肌的部分就大致上出来了。按 A Preview 目前看到是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本身有一些连结 的效果，那是因为你的解析度本身不太够，当你把解析度调高一点的话，这个地方就自动会分开。好，那我们如果觉得说这样目前的解析度不是很够的话，我们可以把解析度调高一点，再按 Preview 的话，它的效果会比较好，效果基本上跟原本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好，那接下来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模型已经 OK 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Make Unified Skin， Make Unified Skin。好，点了 Make Unified Skin 之后，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已经是多边形网格的图。那你这个地方基本上的肌肉大概都有了。那接下来你只需要透过笔刷，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各位推荐的 Clay Build Up， 或者说 Clay Build 的这种笔刷，或者说 Smooth 笔刷，直接再做一些涂抹就可以了。好，像这个地方我直接按 Smooth， 对称打开啊，直接 Smooth 做一次平滑。好，肌肉效果整个就出来了。好，肌肉效果透过这样子的涂抹方式很快就可以呈现出来。当然这部分的话本身你要对肌肉的一些位置啊，或者在形状，你本身要有一些概念，不然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在用这个笔刷在处理肌肉的话，其实也不见得非常好处理。当然比较麻烦的地方还是说它的面的结构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完之后还是必须要做一次拓扑的动作。那这个是用 G-Sketch 会觉得比较麻烦的地方。OK， 那透过 G-Sketch 做肌肉的介绍，大致上我们就介绍到这边。